大家好，我是塞北丹青。下面给大家分享啊，牡丹层次啊塑造，牡丹花头的层次塑造和水分的运用。整体后局部啊，我们先把近处这个花瓣视作一个整体啊，我们要表现的。这个时候水分冲出来了，我们能看到水的这个湿的痕迹，这是最好的啊。因为颜色能顺着这个水的痕迹啊，往外很自然的晕染。每一个花瓣姿态啊，我们都让它有点变化。先整体啊，我们把它近处的花瓣先视为一个整体来画。笔尖都要往花心位置啊，要去啊，笔尖都要往花心的位置。中国话讲苍润啊，这种感觉呀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有些时候我们这个笔尖画的时候啊，也许是就是说颜色啊，或者过重啊，或者过浓，它产生的效果啊，它都不是一样的。啊，这层花瓣是非常矮的，也就明确这个地方要画花心，而这是往下啊走的花瓣。那知道往下走了，那我们就有意的啊，略微再加强它一下。我们也叫塑造，为什么趁湿的时候呢？这个颜色上去要干一点，因为趁湿的时候，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，这个颜色能够自然往出晕染一下，借助这个水分能晕染一下啊，特别好看，啊，也瞅得特别舒服。再次开笔的时候，这个位置，这个花心的位置。我们边画边破，或者朋友们也常说的啊，我们可以说边画边切这个瓣，这就是往外啊伸展的另一层。啊，逐渐加深。这个时候的花瓣要整，啊，往外我们画的时候，这花瓣要整一点。啊，有高有矮，参差不齐，让它。来，我们笔尖颜色还要浓。可以适当加点胭脂，加这个胭脂啊，也是为了我们给蝶蕊做一个铺垫。另外呢，也是丰富它的层次。啊，丰富它的层次。那这时候，这个我们整个花头啊，它的形啊，基本就有了。接下来，笔尖还是蘸曙红，啊，我们要给它塑造，啊，塑造的时候呢，是用笔尖，啊，局部的刻画，
啊，不是我们整体的都要给它刻画一遍、重画一遍，并不是。啊，你看有个这样的地方，啊，我们要破这样的地方。啊，轻轻的。啊，这样，那有的地方可能是我们觉得这个花瓣呢，外围的这个轮廓啊不是很舒服出来啊，你像这样的地方啊，我们就重新再给它破一笔，啊，啊，让它层次更加鲜明一点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里面既有曙红。啊，有的地方呢，我还要加点胭脂这个笔尖，也是为了丰富它。像这样的水印呢，干一干啊，颜色呢还更好看一些。啊，也不要说的每个瓣儿啊，都要给它刻画那么详实。也不是每一笔啊都做到说我们觉得像画工笔是都很精，那这样呢就容易失去它那个血的味道了。啊，可以有的地方我们再加强啊，再塑造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感觉这个花头的层次啊就丰富起来了。好，这节课呢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啊。有喜欢的朋友呢，请点击关注，啊，也可以留言。下节课，啊，我们把它完成作品。再见。大家好，啊，我是赛北丹青。我们接着这个牡丹的花头，啊，我们继续讲。我们除了讲叶子。安排布局以外，啊，我们还要把它的整体，啊，我们看一下。比方说，它是一个大花头，啊，要是独立的，作为一个作品出现的时候呢，啊，它有点觉得这个少点东西，啊，孤单一点。那我们呢，就把旁边可以给它加一个小一点的，啊，加个小花蕾之类的，啊，在这个位置，啊，这位置加个小花蕾之类的，啊，跟它陪衬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画叶，啊，用颜色的时候啊，我们记住就说适当的啊水分，啊，宁湿勿干，啊，不要画得过干颜色。这里我就少加一点胭脂，啊，我们把这花蕾画出来。要停一下啊，再有动作，这边也是啊。接下来就用胭脂凹的地方啊入笔，这样我们就把它塑造起来了啊，还不多，笔墨并不多，层次就出来了。这就可以啊，咱不要过多，它毕竟作为一个陪衬嘛，不需要太多。这个是花头呢，也干了啊，半干了啊，塑造啊或者刻画，也要等水分呢干一干的时候啊更容易啊，恰到好处这个水分啊，水太湿啊，太多太湿。刻画呢，那个效果感觉也不好啊，留不住形，太干啊更不好啊。晚上在画颜色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两层皮一样啊。我们让它干湿啊，浓淡恰到好处的时候，我们再塑造它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叶啊，讲叶子的时候呢，啊，每个人这个习惯不同啊，可能是呢。画的方法步骤不一样。
啊，我比较喜欢那我先画叶后画杆，啊，调绿色，藤黄加花青啊，以藤黄和花青为主，少用太青蓝。啊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这太青蓝呢，纯度过高啊，处理不好的话，这个颜色不容易协调在画面。笔尖蘸点墨，我们不能说我们蘸完这个绿色啊就不去管去了。有朋友呢，这里这个网友曾经问过我，说这个颜色感觉画上去挺丰富，是怎么画上去的？啊，这个叶子，实际叶子呢，我们颜色并不多，就几种啊，墨颜色啊，花青啊，藤黄啊，然后适当加点墨。那么在这组画叶的时候呢，首先体会出三叉九鼎的感觉啊，因为它笔尖有墨了，我们画上来的时候，它一定是或多或少有深浅变化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叶柄跟一下，把这一组叶就画完了啊。另外呢，我们画这组叶的时候，啊，就略微让它浅淡一点，不求处处都一样啊，但是呢，相互之间有联系，跟一下叶柄。那这组我们画的时候，适当加点赭石往里。这样它就感觉是有点变化啊，有点小变化、小对比啊，这就可以了啊，也不要多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感觉它有点干了，那我们就把大萼给它画出来的画大萼的时候呢，浅一点啊，藤黄啊，少加一点点花青，浅一点，笔尖加点胭脂啊。这样，啊，浅一点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小萼也是，啊，藤黄，少加一点点胭脂，因为叶没绽开的时候啊，是很红颜色啊，哎，这种感觉。啊，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啊。茎呢，我们就给它补一点，不在正中间出啊，在这样的地方出，感觉呢就是容易遮挡啊。遮挡的时候，那么它就有层次啊。为什么就是不先画杆子啊？先画叶，有些时候就好分布。一下这个柄，把叶子啊比较容易了，那就给它一铺，啊，给它铺开，啊，先有色，啊，我们可以就再用墨。出了这小枝杈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就用很淡很淡的颜色啊，烘托一下，非常淡。看起来很重视的，它是水分啊，干了之后都会很淡的。
发展老干在这位置啊。还是更加细腻的感觉。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下节课呢，我们给它画上叶金，然后呢，点上蕊，把它完成。谢谢朋友们关注，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塞北丹青。这节课我们重点讲一讲叶金怎么来勾。这个有了叶金，我们这个叶呢才能撑起来啊！我常这么讲，它的方向感啊，全靠这个叶金啊来处理啊。比方说，我们现在视为它三叉九顶，那么这个叉我们怎么出？这个叶金怎么勾？啊，这是一注意一个叶啊，是从这个地方勾金，还是从这个地方勾金，这很关键。那么为了就说不让这个叶都有往下垂的感觉呢？我这个金从这个地方往上去啊，这么走，然后一组一组的来勾啊。那这个金呢，那就略了往下来啊，可以垂一点啊。对生也好，互生也好，这问题不大啊。但是呢，它有组和次，有的地方可能我们勾的实一点啊，那就具体了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勾的虚一点啊，那就有了就可以。这个叶金啊，不去面面俱到啊，这我们画背面的。啊，再一个呢，叶金都要往偏了勾啊，不要往中间啊。你比方说像这样的金啊，往上。那面就勾一点点就可以了啊，像这样的我们先不要去管去啊。有的勾一笔就可以啊，不要画脉啊。像这样的也是啊，我们勾偏的啊，往这么勾，上面点就可以啊，这也是。有了叶金，这个叶子就有方向感了啊！这个要勾叶金是非常要注意的。那这个叶金也是这样啊，注意这个叶金啊，我们点一下，环抱之势啊。那这个我们就给它勾到边上去，啊，看不见了，这它透视关系有啊，啊，这也是一点。不要给它勾到中间，两边平分啊，这样它画出去矮板了啊，就瞅着不那么舒服了。另外呢，至于浅叶啊，浅颜色的叶，直接就少沾一点点胭脂啊，把叶脉啊点一下就可以。这也是啊，这完全是反面感觉啊，完全反面。那我们这么给它勾两笔就可以了。我们补充一下叶啊，为什么说我要说补充一下呢？实际这个叶啊，现在画这个叶啊。力道还是不够，就是缺墨，我们适当的补充一下，在这个地方吧。啊，甚至有的地方啊，我们更重一点。啊，包括这样的地方，啊，点一下。让它有分量，啊，这看着就舒服了啊，就比较好了。包括这个地方啊，我觉得都要加一点重的啊，不去画叶金的啊，是交代一块颜色。大家想想真实的这个牡丹呢，啊，盛开的时候，你想想那叶子有多少层次啊，是吧？我们看不过来啊，看不过来。但是呢，有了这个层次
它显得呢更加丰富，啊，有一个虚实对比，啊，有一个明暗对比。啊，下面把花蕊点出来啊，不是一茎。啊，点蕊呀，啊，我们具体说一下啊，点蕊，点蕊的颜色，我们可以用这个，淡一点的黄。啊，或者去用这个柠檬黄啊，这个问题不大，都可以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用这个颜色之前，首先我们知道它的位置和方向，然后我们把它的雌蕊啊给它画出来。我们也就是说是一个小花冠啊，给它画出来啊，因为它画出有透视关系，那么就不要画得过大啊，实际是像个小石榴似的啊。有瓣儿的感觉，那么围绕着它的周围，我们来给它点蕊。点蕊的时候，这个笔也是啊，用长锋，然后颜色一定让它干湿适中，适当啊，我们一定让它干湿适当。啊，我们首先呢，给它落笔的时候略重一点。三五成群，三三两两，画蕊丝也是这样啊。蕊丝啊，它已经这个怒放了这个花头，所以说这个蕊丝我们就是不要太齐，它很软嘛，随风那种飘摇啊。我们用。三刻时的时间，把这一幅呢牡丹小花座啊，从花头到花叶啊，到花茎点蕊啊，给大家详细的啊分享了一下啊。因为这段时间呢，这个学校复课了啊，我已经开始上课了，所以是更新的啊，有些时候不是很及时啊，希望大家理解。但是呢，我还会一如既往和朋友分享呢我自己一点点的感受。啊，感谢大家陪伴这么长时间，啊，有感兴趣的朋友啊，请你继续关注，啊，需要交流呢，也可以留言，再见。